潮水不好，又活下死去啊！好嘞。Thank you.
钓几条，随便钓几条啊，这个捞。又被天气预报给忽悠了，鱼是有啊。这个浪开，风大浪大了，鱼也多了，全部放生。两下全部装满，两下全部装满啊！到家里了，到家里了，称一下。哎，nice， 塞，一步步跳。67、65、65。给网友都称了。137哦，大鱼哦，下面还有创鱼。全部打包，全部打包，鲍鱼打包，把它钓上来了。又被天气预报给忽悠了啦，浪都去拍白头浪的，下午都没怎么钓，潮水都没钓到回来的。哎呀，那好嘞，回家吃饭了啊、哦！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又是一条巨乌了啊！哈喽兄弟们，今天出发了啊！新年首航第一趟，准备开开大陆鱼啊！出发出发！天还没亮了。大家好，分享照片。到钓点了啊！开工开工！新年第一趟啊，导航导航，速攻150速攻啊，专杀大鲈鱼！谢谢啊，帮你摇摇25圈啊！先有吧。
轮子有问题吧，接力太松了。哇，大家伙大家伙，大家伙了。我这条大家伙，呜、哦！他知道什么叫绝望啊！龙虾下去了，他知道什么叫绝望。老了。哦，很小很小。
两斤重，两斤重。和小区别太大了。你叫我去找的。哎呀，拔河了，拔河了。啊，拔住了。回家回家，走了吧，回家。首航结束，首航结束。哦，这条最大的，这条要20来斤，这条有10多斤。新年首航啊，不错的不错的。那这条满江鱼给你算了。上岸了啊，准备回家了。今天钓了10多条鱼，不多了。风浪太大，今天。还有一个粉丝们，好久没来嘞，晕船嘞，也没怎么钓，送给他们4、5条鱼哦。嗯，不多，不多的话就送他们几条。今天最大一条鱼20来斤吧，也算是新年首航，开门红了哦。鱼叫我朋友拿去了，太晚了，叫他拿去处理了，打包，明天叫他打包一下。那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拜拜。